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homson， 我们又见面啦。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家居里面普通话和广东话的区别。Let's go！ 哇，兄弟们，好久不见哦！广东话叫好耐冇见啦，普通话叫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首先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东西，每家每户都有的，它的广东话就是沙发，普通话叫沙发，沙发。下一个我们说它，就是它啦，这样东西广东话叫孤枕，普通话叫抱枕，抱枕。下一个我们讲它，这个广东话叫台，普通话叫桌子，桌子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啦，下期讲更多。